点点的咖啡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哎呦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我。妈，你今天又是做造型，又是买衣服的，你要干嘛去啊？相亲。相亲？跟谁啊？我也要去。别捣乱！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约会迟到是一种策略，这样的话能给对方加深印象，能让他重视你。你就别添堵了，你什么馊主意啊？妈，我说认真的啊，你相亲我得去，要是万一成了，那也是咱们家的一员，我有投票权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，妈？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哎，不舒服别去了，回屋。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你跟我妈很熟吗？哎，你们俩让开，我来不及了。不是，哎，那个厕所马桶坏了，你不能走。马桶坏了？啊。小雨，找人修马桶啊。哎，我哎，算了。要不，创新大赛的事儿。正好我要修马桶，改天。好。哎，同志，多少钱？80。孩子，你说你妈出了感情问题，你跟着下山我怎么样？那也是大人的事儿啊。孩子，千万别为了父母的事耽误学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修马桶去了吗？我来吃饭呢。你来又是干什么？我勤工俭学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破坏你妈相亲？什么叫破坏啊？是把关。正好。你要是服务员的话，一会儿快来帮我。你不想你妈再婚？这么想着你爸？我巴不得有人照顾他呢。可那个人不行，我刚听他打电话了，对我妈品头论足的，一点都不尊重女性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你回来都见过谁了？康阳见过吗？谁都没见啊。第一个见的就是你，真的？您好，真的。您点了咖啡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哎呦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我给您擦擦。来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。那个卫生间在那边，我带您去。那行，那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这边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这右拐。三姐，干嘛呢你？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这干嘛？你这厕所？哎，这哪厕所？你这啥？这是女厕所，你看看，不是，你是不是个混子？啊，这不是男的吗？啊，你狡辩什么呢？不是，这弄错了，真的，我都说了是误会，你干嘛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不是，你看那明明是男厕所，他从里边出来了。男厕所，你还狡辩呢？赶紧给我报警！哎，这牌子怎么互换了呀？
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谁这么缺德呀？啊，那看来这是一个误会，那我们就不追究了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牌子怎么弄错呀？让你见笑了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